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十二时辰当中的午时，是指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又叫做日中、日正、中午等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太阳在天空的正中间，是一天当中啊太阳辐射最强的时刻。那么在古代呢，人们经常会趁着天晴日烈，在太阳下晒衣、晒书、晒字画等等，从而呢达到防潮防虫的效果。尤其是在南方地区，常常多雨潮湿。南宋文学家陆游呢，甚至形容屈指原无三日晴。所以啊，南方文人有很多描写晾晒物品的诗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欣赏一首描写午时晒衣的诗。晒衣，南宋，杨万里。庭午晒衣，不者衣。柳香不拂，自携归。妻奴相笑还相问，赤脚苍头更阿谁。刚刚为大家朗读的是杨万里的晒衣。杨万里呢，是南宋文学家和官员，他从29岁开始在外做官，65岁时呢辞官归乡，一生历仕宋高宗、宋孝宗、宋光宗、宋宁宗四朝。这首诗描写的是他晾晒衣服、收拾行囊、晚年归乡的场景。首句呢涉及到两个时间，庭午是指正午十二时，又叫做平午、平昼等。卜呢是指下午3点到5点，又称为日卜。诗中写道呢，我中午在大太阳底下晾晒衣服，接近傍晚的时候呢把它收回来，整齐地折叠起来，提着柳香，背着包裹回到故乡。妻子和孩子看着我苍老的面容，感到非常的陌生，有一些不敢跟我相认，但他们认出我之后便开始笑着逗问，哎，这位赤脚白头的老翁究竟是谁呢？从这首诗当中啊，我们可以推测，杨万里平时和家人真的是聚少离多，和他上次归乡相比啊，他现在又苍老了许多，这才导致家人都有些不敢相认。家人在认出他之后呢，立刻开起了玩笑，笑问赤脚苍头更阿谁。原本啊，一位白头老翁独自背负行李千里迢迢归乡，会有辛苦沧桑之感，然而这种轻松欢乐的氛围顿时冲淡了归人的舟车劳顿之苦。和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归乡名句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伤感相比，这首晒衣啊洋溢着家人团圆的幸福感。庭午晒衣是百姓生活当中常用的一种衣物防潮的方式，而日下晒书呢则是文人独有的一种雅趣。晒书呢又叫做曝书，也就是将书呢放在大太阳底下晾晒。比如北宋文学家苏轼曾写过三管曝书防肚毁。此外呢，晒书还有另外一种意思，那就是晒肚皮。传说七夕时天门洞开，阳光强烈，是龙王爷的晒鳞日，所以呢人们经常在这一天晒衣晒书。那么到了魏晋时期啊，豪门大户都会在七夕时呢晒出绫罗绸缎，借此炫富，也因此招致许多放纵不羁的魏晋名士的调侃。比如看到富人七夕晒绫罗绸缎之后，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呢就在家里头晒短裤，说自己啊不能免俗。东晋的名士郝龙则仰卧在大太阳底下袒腹晒肚皮，还告诉别人他是在晒他自己肚子里的书。后来呢，人们就用袒腹晒书来形容文人炫耀才学。可见啊，晒衣晒书不仅是一种防潮防虫的方式，由此呢还产生了许多津津乐道的风趣故事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天气晴朗的正午，除了有百姓晒衣、文人晒书，还有渔民晒网。宋代一名画作《渔乐图》就描绘了一群渔民在船上吃饭、晒网的场景。在这幅画中呢，三艘渔船停靠在一条溪流的岸边，前面的小船上，一位渔夫呢站在船头，正双手接过一位妇人递过来的饭食。中间的船只上，有一位渔夫呢在船头盘膝而食。拱形的船棚里，有一位妇人正似乎喂着一个孩童吃饭。后面的船只上呢，四位渔夫或盘膝而坐，或站立船上，正吃得津津有味。船棚上晒着两张巨大的渔网，男女老幼齐聚船上，其乐融融，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。在渔船左右两侧的岸边上，翠竹葱郁茂盛，在右侧翠竹的后面呢，是一片古松和杂树。一棵古松苍翠茂密，高大雄伟，颇有钻地入云之势。另外一棵古松呢，则是树干横向生长，深入溪水上空，大有蛟龙入海之态。在苍松的旁边，几棵杂树虽然已经干枯，却更显枯枝多变之美。在渔船的后方呢，溪水蜿蜒，缓缓流动，岸边水草丛生，越往远处越是朦胧。这幅画呢，描绘了渔民在船上吃饭晒网的场景，并且呢，用对角线构图将渔船树木集中在右下方的画幅中，显得疏密得当。我们重点来看船上的渔网，左侧的呢是撒网，这是用于内陆浅水区域的传统网具；右侧呢则是增网，这是一种悬挂网，将网放在水体中上部，等鱼虾游入网中以后，向上牵拉网具，从而捕鱼。在古代啊，渔网是用粗布或是麻做成的，经过水的浸泡，非常容易腐烂。所以呢，渔民打鱼回来之后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晒渔网，从而来延长渔网的使用寿命。晴日的午时，太阳当空，万丈光芒照耀大地，正是光明之巅。午时呢，让大自然呈现日光下最极致的缤纷之美，也给人带来生存所需要的光明和温暖。